每年暑假期间，各地血库严重缺血。中华邮政花莲邮局联合了花莲港务分公司，还有港区各个机关，举办了爱心捐血活动，希望可以落实企业回馈社会的用心，同时用实际行动号召员工来响应捐血救人行列。每年暑假期间，各地血库缺血严重，中华邮政花莲邮局联合了花莲港务分公司和港区内各个机关，举办了爱心捐血活动，希望可以用实际行动号召员工来响应捐血救人的行列。很高兴今天又有这个机会，联合我们花莲港务分公司以及花莲港区各机关一起来合办这个捐血活动。那最近的血荒又越来好像越来越严重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请我们的花莲的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大家一起挽起我们的手背，一起来捐血。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赠品比较特殊一点，除了花莲港务分公司有提供的赠品以外，那我们花莲邮局这一次特别用一个个人化的邮票，来给各位的捐血人做一个很有意义的纪念。这次捐血活动联合了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警察总队、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还有台湾港勤公司花莲营运所等各个单位同仁们踊跃挽袖捐书，充分发挥了热心公益助人精神。而各单位所提供的丰盛礼品，也吸引了许多过往民众停下脚步，共同来捐血助人。谢吕慧欢市报道。